各位港澳街坊朋友，看看这一套珠海华发打造的一线湖景大盘，对面就是别墅区了。而家我所在的位置呢，就在三楼的，可以看到视野都是很开阔很开扬的，六米八的大露台，南北对流双露台的设计的，119方的四房，门口在这边，我们看看先。门口入嚟的话，首先这边有一间房的，都是可以看到湖景的。咁行翻入嚟客厅同埋餐台位啦，呢边一个 U 字型嘅厨房，名厨设计，有翻冰箱位嘅。呢边就生活露台啦，生活露台都 OK 嘅，唔细，晾洗衫冇问题。呢边就小区屋苑嘅内园环境啦，基本上做好晒准现楼嚟嘅。咁入翻去，我哋睇下仲有三间房。呢个单位去翻港珠澳大桥人工岛，只需要30分钟时间，有屋苑巴士。呢边就客厕啦。有窗的，乾濕分離的設計。這邊就第三間房，做了榻榻米啦，沒利用，都好市正下的。最後就是主人房啦，我們看到這裡飄窗位全陣送給你，可以望到湖景的，完全沒有遮擋，而且開了窗是可以跟套廁那裡做南北對流的。帶回套廁這邊可以做衣櫃位，感興趣的街坊朋友歡迎實地來看樓。